这个穿越时空的这个视频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如果你也想做这样的视频呢，你也可以做的啊。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，今天这次用的技术呢叫 IP Adapter 啊，让它产生不同的这个年代的照片啊，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视频编辑软件把它编辑到一起就可以了。那么用的这个就是叫IP Adapter 啊，你有兴趣的也可以自己这样子试一下，这还是蛮好玩的啊。如果你不太会技术，又想要做这样的东西呢，那就找一个会的人帮你弄呗，啊，或者网上也有吧，啊，出点钱叫人家帮你做也可以的，啊，这个比较有意思，好，啊，欢迎，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交流交流这方面的这个。制作这些 AI 的啊，人工智能这些视频的一些经验。好，今天就分享这些，拜拜。